已经宣布了2024年的贝聿铭南峰会将于9月4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。中非领导人将围绕携手推进现代化、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，共树友情、共商合作、共创未来。这是中非贝聿铭南峰会2006年北京峰会，2015年约翰尼斯堡峰会，2018年北京峰会之后，中非友好大讲题的又一次大团圆，也是中国近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、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大场外交。届时，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、非盟委员会主席将率团与会，联合国秘书长将作为代表嘉宾，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作为观察员也将出席峰会的有关活动。